林芳姐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这次得奖，要特别感谢导演啊张家荣总监以及他的水面剧团的团队精彩而成功的演出。那么本基金会长期关注亚斯伯格族群，我们也规划各种亲子家庭的工作坊，那希望借由戏剧的方式来让社会各界对亚斯的族群有更多的探讨与了解。那么今年亚欧菲斯星球互动季，我们邀请成人亚斯来共同参与，那么也希望社会大众能够共同分享，我们让亚斯族群在职场方面将来能够有更多的肯定跟包容，那我们把社会正向的力量发挥出来，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光明，更有前途。谢谢。